OK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家的猫咪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阳台。它们特别喜欢在这个阳台晒太阳。你看，它们在这里等着。那么，为什么今天不给它们开门呢？因为今天天气太冷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阳台关闭，猫咪不能过去，不然实在太冷了。猫咪都养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今天天气，阴天，突然降温，所以呢，猫儿大夫关闭。OK，但是不要急啦，明天就好了。还有这一位。你要去猫大夫啊，金姐。你要去猫大夫吗？你不如来找丹尸玩好不好？这个呢是金姐正在练习爬行的时候，她会从这里，这爬到这里，拿这个东西，满屋放。哇，这嘴里有些猫毛。然后今天 Ginger 去找 Danshi 玩，然后呢被 Danshi 哈了，然后，我非常同情你 Ginger。我现在会把这个视频放出来，你看看 Ginger 是怎么被 Danshi 哈哦，但是，要带着金就去给丹尸道歉，因为丹尸毕竟是一只老猫，你说呢？你跟丹尸道歉吧。我跟金姐向你道歉，金姐下手不小心太重了。但是，今天下手不小心太重了，把你弄痛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今天，但是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，但是，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。OK，现在金姐就是特别的想跟猫咪去玩，但是猫咪呢，对这个小婴儿总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待。她可能觉得这个小婴儿跟我们关系不一般，可是呢，又有点烦他。所以我之前也拍了一些视频，
再看今天怎么去跟这个小猫咪去找它们玩，怎么相处。目前为止呢，这个进展不是特别的顺利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进展不是很顺利。我会持续的去拍一拍，看看到底什么时候猫咪才会愿意跟金姐一起玩。